主角一到场，欢呼声不断。台上从不动产代销到地政士、估价师，代表站整排。陈时中宣布成立不动产后援会，更畅谈当上市长的愿景。都跟的上面或者住宅的政策，我们都有提出来。租金的补贴，我们会增加1500。好，那另外在那个社宅的地方减10%。无惧对手忙着口水战，蓝白炮口一致攻击防疫没做好。陈时中地方行程一个接一个，以行程主题推主打政策，不动产后援会紧扣都更议题。阿中部长也说，没有争议的都更案件，一年内一定要把它审议完成，这样才是我们要的市长，对不对？对。首都请来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助攻，陈时中要当首都市长，不止政策开讲，活动筋骨的行程也没少。换上足球衣，大玩脚下功夫，陈时中也聊亲子教育。近期从格斗播气象到大啖美食，甩开防疫指挥官的包袱，变身市长候选人。陈时中乐于体验年轻人活动，街舞当调酒师，甚至抱小婴儿，样样来。主轴就是要让妇女、青年、长照、劳工等政策，透过百变的风格增加讨论度。重点是说，你做什么，你就必须要去像什么。他现在是一个百变化身的一个市长，其实。他就是要向我们台北市民诉求，他当了市长以后呢，各行各业他都要去做到，他要把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要把它给做好。从防疫措施到猛攻疫苗采购，蒋万安、黄珊珊老调重弹。随着选战倒数，陈时中拿回主导权，回归市政讨论要在蓝白夹击中突围。三立新闻刘安吉、温文轩台北报道。